明日方舟联动 Prism Land 官方授权主题店 Sweet Zone 甜蜜区域将于1月31日正式开始运营。本次联动主题咖啡将在上海与成都同时进行，上海店位于第一百货商业中心 B 馆5楼。明日方舟甜蜜区域主题将运营到3月31日，目前店内装修已经完成，出场角色已经装点在店内各个角落。本次主题咖啡可以事先在 Bilibili 会员购进行预约。联动主题周边工艺徽章和蛋、皮革徽章、抱枕，这三类可以随到随买。其他亚克力立牌、亚克力色纸、流沙亚克力挂件、PU 卡套、胶片卡盲盒、流沙徽章、亚克力时钟、亚克力摇摇月、甜甜圈挂件、漂浮挂件等，则需要事先预约才能到店购买。店内消费周边每满68元，即可获取常规雷射卡一张。常规雷射卡分三组，可自由选择任意组别兑换，每组全10款，随机赠送。店内消费周边每满248元，即可获取甜品雷射票一张，全6款，随机赠送。此次常规菜单有6款饮料、8款甜品、7款主食。饮料赠品为随机亚克力杯垫，甜品赠品为随机 Q 宝扣卡，主食赠品为随机海报。购买任意饮料加甜品加主食组合套餐，可额外获得随机相卡一张。这是饮料迪火杰西卡的缓步前行，栏杆椰乳奶茶热。这是伊内斯扰在饮中，樱桃珍珠奶茶热。这是橙闪乱糟糟的发梢，悬浮玫瑰气泡饮加草莓冰淇淋。这是干员混搭金二套餐，千层面烤猪肉排蝴蝶面小食组合。这是龙门汤圆馆，三色口味汤圆。这是罗德岛鸡肉咖喱馆，这是作战开始方块慕斯组合，这是补充理智冰淇淋巧克力松饼小甜品拼盘，这是白铁钻开黑眼草莓咖啡拿铁热。